包一包回来哦。好嘛，我这个抢回，哦，介绍完差不多，几楼了？有感觉一个。嗯。起码以后人知影啥物无？起码野生的花椒一支是拢无，要种一千万，你卖价钱怎要全拢无啊？好，你家当价一寡无同款的好啊？这一波料理尔，收盐打针就好啊。啊，要种一个卖买安尼就好啊。爸有教育过你收盐打针，一波料理，想要食千卖野生的花椒，一句话新价钱的先赢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块上面食，用这个就好啊，比把这个好食。三百上面食，三百块，千卖野生的花椒三百就好啊，三百块。三百块要吃无？三百块。来三百块啊！三百块要吃无？三百。来三百块啊！三百块要吃无？三百。三百块要吃无？三百。节目有没？今天我买三百两个野生的花椒啦，比把这个甜啊，这个拢无刺的，素盐打成好。今天我买三百两个啦，谢谢，感谢您啦。今天看看是真正还无好啊。来全部加一只送你，拢大尾，规只拢肉咧，规只拢肉，这免分饲个。金龙三四五个人加来三百，搁一个人加三百，一个三百块。前摆野生个花椒三百了，三百刚够要吃三百块。贵个。老板呀，谢谢阿姨，感谢。我再搁送你啊，再搁你啊，再搁你啊，再搁你啊，最后一个，安尼无啊，好贵啊。这拢死猪仔价啊！这大行拢安尼卖了，啊，做三十五加三十五者。
你要食火鸭肠，唔免七八啦，这甲鸭骨着抓好食，你先加钱个，先加五个尔啦，200落啊，来200块啦，火鸭肠200块落啊，200啊，3.5啦，200，最重要，最后一个啦，200好啊，火鸭肠啊，3.5啊，200，来啊，好的，最后这200上面啊，真正无啊，阿姨，阿无啊无，阿姨你要来无？你要来啊？对啊，我想说这个是谁呀？算算算，这个是谁呀？还是请啊？来，行。哦，蛤蟆，好，包些水，我这个袂了，来买面食，上好食啊。哎，你够食牛筋哦？这牛筋有够 Q， 够香的，这牛筋哦，这顾家一个哦，啊，这两个炒菜炒西洋芹的好食啊，猪肉煮的，搁来两个弄下味炒菜嘛好食，这牛筋，这一包鸡鸭无两包五包，你要食牛筋，牛筋无俗。你敢有听过我炒牛筋足俗的无？应该唔捌啊，牛筋足贵的啦，想要食牛筋的人加300块就好啦。一包鸡我200块，300就好。白带鱼，白带鱼我随个买啊，300怎么食牛筋呢？好嘿，好啊，300怎么食牛筋呢？300块，要食牛筋的无？300块啊。讲收起，讲真正，恁真正捌听过牛筋足俗的吗？我唔相信。你有我炒一碗牛筋就要偌济钱？爱200-300块无牛筋啊？这两包唔差500，我免500，我这两包送你啊。4包牛筋啊，你简单食啦，简单炒菜就好啊。300上面食，300块就好。一包牛筋存75块啊，300上面食牛筋啊。牛筋300上面食，你要不要存一块啊？哎，存一块。你啊一包牛筋炒到这大块，你75块你炒来对，你是要我骗啊？存只后壁搁一点啊？买搁考虑啊，小弟啊，今日买手无好啦，让你送一个来啊。今天这两包够你6包啊，要食牛筋的两个就好啊，300块就好，来300块就好，来300就好。其中个食，你今一包牛筋剩50啊，来300，搁一个上面食牛筋啊。牛筋有要怎个炒菜无？变起来啦，300上面食最啊，无啊，100块就好，试食看卖100有没有了。有人要一半100块试食看卖牛筋，炒菜就真好食啊，100块就好，100有。来，还搁一个啊，两个半声啊。最后这两包100无啊啦，你遐牛筋卖到1包剩50，你遐可怜啦。存这两包100啥物来？我搁存五十。这两包100块啥物食起来啦？100块啊！抢一个美女啦！第一个买300下，这两包卖50好啦，凊彩啊！来，白带我先卖啊啦！铁路排骨，干咩卖？你咩卖？食铁路排骨？等下，来一个飞机排起来，我先看一条。最后一个休了，来看人要食这個，这花枝海鲜排叫啥？花枝海鲜排啊，这内底满满飞机咖迄落啊。来啦，我来讲啊，这两个真正的教主是教无，凊彩你食加7块啊，我头家加3块、10块啊，一排全部拢互你啊，一现拢互你啊，10块啊，五个人加拼钱，先加钱的先赢，真正的就好啊，100了，来100块了，五个人，100块，100块，100，最后两个100块，头前搁一个，100块了，100块。这样有啊，中包叫啊，叫水产面包紧一条啊。这不是给这吼，人先给钱啊无？还够白？你有人要食这无？今仔日食着，你食着囡仔，大家好谈钱。这啥物恁知无？这上大只是虾毛，这大只规只拢扒落来啊！要食卖300，卖500，先加先赢200好啊，好啦。来200块啊，200块啊，再过三厘啊，再过厘啊，来啊，200块上面食留意的，这种宝贝啦，一杯无能退钱啊，200好啦，200好够要食无？啊，你留意上来全部150只全部全只啊，所有其他客200块的人家，我头家送1只，送2只，送3只，送4只，送5只，这盘你全部客两个200块，你爽？200块，搁一个人家200上面食，5、6、7啊，来啊，再过来啊，200够要食？有阿姨无？这两只够你啊，这4只够你啊，这5只够你啊，200了啊，给恁真钱啊！啊来胖尔啊，200了啊，200够要食哦，刘阿姨啊！后壁啊！200够要食哦，后壁啊！后壁，大爷！200好够要食无？来啊，上3只无够，上5只啊，200了啦！200够要刘阿姨的无？啊，做你个几个？好啊，我来对啊，来200了啊，是啊，你个几个？来啊，最后一个200加加，等下真的没有了啦！200块要吃无？200块啊，留意啊！这大尾保证拢扒弄的啊！200块要来无？春节啊，搁一个就要啊，到后尾来200块留意，搁一个好无？200块。来，同学，这无同学啊，这大尾足贵的啊，啊无我就不要恁食这啊。大尾够贵，我叫小尾就免那贵啊。上面食白带的，啊，你白
白大最后一箱啊！哎，白大要吃中午做一个来三百饼子了。我一定卖过来箱啊！要吃白大三百饼子大只，你让你吃到会爽，三百块上面吃。吃大尾啊！吃大块啊！这苏阳苏苏安酒两斤啊！啊，多少一斤啊？买两斤啊！三百上面吃，三百块就好了。白大三百上面吃，三百块啊！紧好啊，紧好啊，三百块啊，拢无啊！看来你也看我搁开白大起来，几大单送你啊，三百块。沙巴够有要白带无？沙巴有要煎白带无？当去配饭也好食啊，沙巴就好啦。沙巴有要食无？白带鱼啊。沙巴有要食白带无？三百块啊。我说你几个？几个？几个？靠呀，卖一个咯，你买几千人啊？才够你啊？才过来啊？沙巴，沙巴，沙巴上面食沙巴块啊。头前啊！头前啊！头前啊！沙巴。头前啊！沙巴上面食白带鱼啊。三百够买啊？无三百够无够了，啊无再过恁啊，再过恁啊，来啊，再过来啊，三百，来啊，三百块啊，三百够买只无三百，是黑的多啊？啊，伊都，好啦，有客气啊，好啦，先走啦，先走啦，别别啦，紧好啦，我等时间啦，再过来啊，你啊送我啊，再过来啊，再过来，来啊，大连大连，再过你啊，无啊，你遐客气等来送我啊，再过来啊，最后一个啊，三百再过来啊，再过来啊，再过来啊，三百上面只啦。来三百块，老奇怪了。三百块，要吃白带的无？哎，几块？最后一个无啊，看啥物啊？几块的白带拢没有了。最后一个白带，啥物吃无啊？你看这一袋卖你外侪？你讲这白带大袋足贵的啦，三百块啊！最后这三百，啥物吃？几块啊？白带。